要求下列各循环小数化成最简分数。好，第一小题是 0.24 24循环，第二小题呢是 1.429 29循环。好，第一小题 0.24 循环的话，那就是 0.24 加上 0.0024 再加上 0.0024 一直下去，那你会发现它就是24%加24%再加上100%24%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这个是一个无穷等比级数，它的公比呢是1%。好，每一次都乘以1%。好，那所以它的总和就是一减公比分之首项，一减1%分之首项，所以这个是99%，100约掉99%，再约分得到33%。第二小题，1.429 29循环，那就是 1.4 加上 0.029 再加上 0.00029 再加上 0.00029， 好，一直下去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第一个 1.4 当然是10%14啦，这个是1000%29，再来是10^5 4%29，10^7 4%29，一直下去。那你这里就是一个无穷等比级数，它的公比呢也是1%，10^2 4%1，所以一减公比分之首项把它带进去，好，一减1%分之这个首项啊带进去，那就会得到99/29。这个呢，再上下乘以99，好，99乘上去，再把它加起来得到99/1415，再通通除以除以五的话，得到是198/283。好，这样看看没问题。